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草莓和巧克力的做法，忍不住自己也想动手试一试。切掉底部，把草莓对半切开，模具内铺上油纸，让草莓紧紧地贴住，每颗草莓都按一下，以免等下漂浮起来。两颗蛋黄，30克白糖，如果你用的是带牛奶的巧克力就可以不用加。隔水加热，加入100克淡奶油，200克牛奶，搅拌均匀，再加入400克黑巧。这里注意温度不要过高，要不很容易出现油水分离的现象。等到巧克力变得浓郁丝滑，把它倒入模具中，记得要完全没过草莓，稍微震一震，震出里面的空气，放进冰箱冷藏4小时。我特别喜欢撕开油纸的这一瞬间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用刀切的时候特别治愈，能听到沙沙的声音。撒上可可粉，香浓丝滑的巧克力包裹着草莓，我是真没想到巧克力和草莓会这么搭。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